可爱的这个过年装扮在这跑来跑去，让我们不仅觉得现场真的是热情万分呐、啊！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所有大哥哥、大姐姐、小朋友们，我们往前移动，一起来拍张合影好吗？谢谢。超值的商品，大哥哥消费者不同的选择了，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新上下餐饮集团。是来自我们台北桃园经典饭店所为您呈现的时尚总裁。17到20号是在世贸艺馆是举行哈、哦。那我们这次美食展的最好特色里面是一个主题馆，就是也一湖二路三万家的饮食文化展，饮食文化展，这个是台湾纯粹的台湾饮食文化，就是两。在介绍250年前先民从大陆来的时候，那从这个鹿港登陆，台南建立这个政治中心，台北是一个商业中心，是整个市民生活的一些过程，所以里面有一些饮食文化，一些民俗风情，一些宗教的仪式啊，那我们还有一些饮食，一些杂耍，当然呢的一个过程，那我们把这个三个部门都布置了，让我们回顾到200岁前，当时先民在台湾建立的一些庶民生活的一个概况。我们大概这一次呢，会把它做一个很概要的介绍。这个是一个主题馆饮食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环。是，所以。